这个拉车人均匀的呼吸、适中的步调，几乎暴露了他的特工身份，还有街边若隐若现的人影，这一切令陈少杰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敌人的圈套之中。但是此刻陈少杰的头脑异常清醒，他想到自己之所以会一步步地走入圈套，身边的梁樱桃起了关键作用。难道梁樱桃真的是敌特？他想在曲培中到来之前利用这次机会除掉自己。如果这都是真的，那梁樱桃这个对手要远远比他姐姐梁海棠难对付。进来，韵姐，您让我找的资料。哎，你晚饭怎么没动啊？珊珊，少杰回来了吗？我刚刚偷偷看了一眼，还没回来。先放着吧。你干嘛去啊？陈少杰彻夜未归，让黄山格外担心。虽然从游击队被借调到总部没有多久，但是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，两人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大黄，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。梁樱桃的身份很可疑，少杰又跟他出去了那么长时间，我怕少杰有危险。好，你别着急，我去找找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走。
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大黄，前面有辆车，好像是邵杰的。 邵杰的车，邵杰人呢？撤！在那边。 受了身上的枪伤之外啊，还有多处刀伤，所以他还需要再卧床静养一段时间才行。那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？可以，倒是可以，不过不能太久，因为他刚转过来，身体还很虚弱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行，你们去吧。嗯。谢谢，感谢。哎，往那搬，往那搬啊！ 慢点，轻轻轻点，易碎啊，易碎！你这个雷好了呀，你这个。哎，二哥，你叫谁？柴组长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别让我提醒你啊。嗯，怎么样？哎，这都是台湾方面空投的那个物资。 啤酒、毛巾、香皂、大米、罐头，这都好东西。还有老规矩，46号。46号，这都是正规军东西，这要是被逮着了，你懂几个问题？正规军能在乎这些东西啊？再说了，这些东西也都是市面上缺的东西。 这又不是第一把了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？啊，要不咱们三七吧？我看你真信用你，还三七，三七不就被他们发现了？我叫你一声大哥好不好？你弄这一天到了，哎，嗯，那咱这四十，哎呀，找几个靠得住的弟兄把他弄山下去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 那个什么，这账都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，明白白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有一点差错，我真知道你啊！你放心吧，柴组长，别偷懒啊！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都办好了，办好了！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这……哎呀，叫唤了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 感觉不好，疼死我了。你就忍着点吧，医生说了，你要卧床休息几天，这样伤口才好得快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疼点好，疼点才让你知道，有些饭是不能吃的，有些人是不能靠近的。
竟然要置我于死地。哎，你就走了？你还有事儿？哎，下回来给弄点排骨汤呗。你还排骨汤呢？美的你！我看你现在的情况，比较适合吃蔬菜。我中午给你做蔬菜。哎，不是，那个排骨汤，它吃点水果啊，休息。哎，不是。那个排骨，它那个吃什么补什么，对吧？那个我不伤着骨头，伤筋动骨吗？那个，这苹果削的比乔燕都好啊！司令，这次没能干掉陈少杰，纯是属下的失职。属下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阿平。这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一两次失利，说明不了什么。再说了，我们和陈少杰算是老对手了，啊，下次有机会，好好把握。是。啊，对了，这两天董三三给我发来了消息，说是剿匪总队要来一个叫曲培忠的副队长。这个人我早有耳闻。可能他的到来会给咱们带来一些麻烦，啊！我已经给董三三发去电文。子枫，司令，董三三会按照我的指示行事，你呀，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，随时准备下山接应。明白。这两天你们俩要陪阿炳好好操练，到时候。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，是。这两天我正在看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，颇有心得啊。敌之战略保守，我之欲将反攻，看着吧，一场好戏即将上演。哎，几个凳子往这边放，几个后头。跟到后面，对，把下面都擦了啊，还扶手。哎呀，你往后放一点，我要放姓名牌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。同志们，会场布置的不错呀，啊，七哥，七哥，没有啊，过来，张队长，你刚才喊什么？七哥，这是江湖绿林呐，还是土匪窝啊？称兄道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剿匪总队只有无产阶级的同志关系，友谊那是革命的友谊啊！不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带到部队里来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还有，你自己要有清醒的头脑，要有是非观念，明白吧？明白了。好，去吧。
又挨熊了吧？又被骂了吧？杰哥，你伤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我听说好多台湾特务一起围攻你，是真的吗？可不是嘛，十几个人呢，这么多人打你一个，你们是不知道，这帮人刀枪并用，太过分了。杰哥，以后带上我，我保护你。 没问题。对了，我听乔同志说，是那个梁樱桃跟特务派能配合的。好了，别聊天了，抓紧时间干活。同学，干活，好嘞，干活吧啊！赵队长，既然负伤了，就在旁边好好休息，不要影响大家干活。 谢谢你啊！哎呀，秦队长您好，啊，我是乔燕，啊，你好，啊，黄山，老赵人呢？赵队长在那边呢，啊。 这是你们办公大楼。对。啊，哎呀，毛手毛脚的，放心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去换一个新台。啊，快去。赵队长。哎，戚副队长到了。哎呀，老屈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老赵。哎，我向你报告来了。 欢迎欢迎欢迎！哎呀，这位应该是咱们的前副英雄陈少杰吧？你好，邱队长。哎呀，这怎么弄的？啊，没事儿，执行任务的时候受点小伤。哎呀，你可得小心啊！你现在可是咱们剿匪总队的宝贝啊！您千万别这么讲，实在是不敢当了。还谦虚上了啊！告诉你，我很早就了解你陈少杰了。 从东北到西南，多次战斗在敌人的心脏，可以说是出身入死，遇见战功啊！少杰啊，有钱，那过奖了。老屈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钱冉同志，黄山同志，洪珊珊，潘小海，程旭，早有耳闻啊，都是好样的啊！老赵，今天这个表彰大会。 实至名归，就等你来了。戚副队长，啊，我有个请求，不知道，哎，有什么话就说，客气什么呀？是这样的，我知道您跟武器专家方教授是至交，所以想请您辨认一下，照片上这个女人您认识吗？她是方教授的助手吗？啊，我跟老方有20多年的交情了，我记得她身边确实有个助手啊。 我来帮你看看啊！你戴上老花镜了啊！行了，老屈，老屈，你刚来，乔燕你也是。表彰大会以后，再让屈副队长帮你辨认，好不好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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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戚副队长，来，来来。怎么样？挺好。来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慢点，慢点。 应该没问题了。好了吧，没问题。嗯。
将军，有请队长赵宗芳同志、副队长许培忠同志为英雄佩戴鲜花。请英雄代表陈少杰同志为大家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同志们，我今天得到这份荣誉，感到十分的骄傲，同时我也知道，我的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，在我的潜伏生涯中，有太多的战友为了保护我的安全，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，他们没能够看到今天的新中国，也无法站在这个位置上和大家说话，甚至连一朵大红花都没有。但是他们是那么的坚定，那么的无怨无悔，我想支撑他们是他们心中那团永不被磨灭的共产主义信仰。同志们，此时此刻，请允许我大声地叫出他们的名字，他们就是何大勇。冯志奎。罗小辉。郝川。郑佳。同志们，现在全中国虽然已经解放了，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一刻没有停止，他们散布谣言，蛊惑人心，伺机反攻之意十分明显，所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每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。阶级斗争是残酷的，也是持久的，我们不能因为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，我们要相信党，依靠群众，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同志们，让我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。赵杰，赵队长说的没错，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，不能让梁樱桃这种人钻了空子。梁樱桃的身份很快就会见分晓了，等大会议结束，咱们就请屈副队长帮咱们辨认。我觉得屈副队长一定不认识梁樱桃，他肯定是敌人安插在我们这的特务。下面有请副队长许培忠同志为大家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同志们，thank you.
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幸亏送来的及时，要是再晚一会儿，恐怕就没得救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看似是普通的心脏病发作，但是经过抽血检验，发现病人体内含有大量的洋地黄，已经超出了药用范围。确切地说，病人是因为洋地黄中毒引起的心脏病发作。中毒？对。谢谢。哎，毛手毛脚的，当心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去换一个新的。啊。常威，找到那个常威。嗯。少杰，你去哪儿？去找他用的那个杯子。小兰，徐副队长刚才什么情况？怪吓人的。可能是心脏病犯了吧。也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。曲副队长怎么样了？刚才曲副队长问的常威是哪个？好像就是小海手里的这个。给我。怎么了，杰哥？走吧，马上拿到技术科鉴定。好。杰哥，杰哥，什么情况？怎么？一切等鉴定结果出来就好了，就知道了。你们忙吧。老徐刚刚上任，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。这是敌人在向我们挑衅和示威啊！赵队长，医院那边一定要加强防范，以免敌人再次动手。嗯，我已经派了人手，24小时看护。老屈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仍处在昏迷状态。这个时候，不能再有半点闪失。哦，屈副队长用过的那个茶杯已经送到技术科了，最快明天早上可以出结果。好，结果一出来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是。赵队长，敌人谋害屈副队长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蹊跷。嗯，你说。屈副队长刚刚到。就遭此毒手，这不难让人联想到，屈副队长一定知道某些情况，甚至是一些秘密。敌人怕他说出来，所以才要杀人灭口的。嗯，你的意思是，敌人怕老屈认出方教授的助手是假的？没错，屈副队长和方教授素有往来，他当然知道梁樱桃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所以我由此推断。敌人要除掉屈副队长，就是怕梁樱桃的身份被人拆穿。好了，不管敌人出于什么动机，你们敌侦处对这件事情要一查到底，要把下毒的人尽快绳之以法。都在这儿了吗？嗯。少杰。哎。技术科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和你预想的一样。屈副队长的茶杯里还有大量的洋地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下毒的人就一定在这个布置会场的人当中。也就是说，所有接触过茶杯的人中都有嫌疑。可是，布置会场的人都是我们内部的人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除了梁樱桃以外，我们内部还有其他的奸细。内部有奸细是肯定的了。大黄，你现在马上去查一下，看看当时是谁布置会场的，都有谁接受了茶杯。好。那刘子峰到这个米店来干什么？他来这儿，主要是跟。潜伏在你们剿匪总队内部的特派联系的，我只知道他的代号是动三三。乔燕，我现在怀疑动三三并不是梁樱桃，而是另有其人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
如果梁一桃是敌特，他潜伏进来一定肩负了非常重要的任务，也就是说他的保密级别一定非常的高。而洞三三这个代号连米部的小特务都知道，所以这个代号应该不是梁一桃的。有道理，说不定洞三三的任务是保护梁一桃，而屈副队长的到来给梁一桃造成了直接的威胁，所以洞三三才会对屈副队长痛下杀手。有这个可能，可是梁一桃身份的甄别只有等到屈副队长苏醒过来之后才能进行了。小姐怎么样？我刚才问了几个布置会场的战士，他们说只有潘小海、冯珊珊和程旭三个人接触过茶杯。确定吗？确定，他们都是这么说的。也就是说洞三三在这三个人当中啊。珊珊，坐吧。少杰哥哥，燕姐。傅雷晨，我们主要是想了解一下，在布置会场的时候，摆放茶杯的这个环节，你还有印象？嗯，我记得那天茶杯和姓名牌是由我摆放的，然后茶叶还有茶水是由小海在后台统一管理的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最后程旭好像不小心打翻一个茶杯，然后还被赵队长说了一顿。茶杯打翻之后，我连忙跑到后台，因为当时首长已经快要入场了，所以我特别的着急。我记得当时小海将一个新茶杯递给我，里面已经沏好了茶，我端着这杯茶一路小跑，终于赶在首长进场前放到了主席台的桌子上。当时我和程旭去后台拿茶杯，我还吓唬他呢，我说你要开一次会就打翻一次茶杯，开一次会就打翻一次茶杯，这要过不了几次你的军装肯就脱了。他当时还真信了，脸都吓白了。后来我就给他拿了一个新的空茶杯，然后他就一路小跑。等等，我记得当时小海将一个新茶杯递给我，里面已经沏好了茶。你说你给程旭的茶杯是空的？对，是空的呀。潘小海和程旭的口供明显存在着差异，陈少杰意识到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在撒谎，而这个撒谎的人应该就是那个代号洞三三的下毒者。大黄，少杰，吃饭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吃什么呀？嗯，你猜。谢谢啊。没事儿，一说到吃你就最积极。我确实有点饿。
你和大黄去米店抓刘子峰的时候，潘小海犯了一个错误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潘小海故意跟刘子峰发信号呢？铁哥，哎，小海，铁哥，你昨天问我关于茶杯的事情，我说我给程旭的是一个空的茶杯，这个是我记错了。记错了？对，那天我俩一块到后台去拿茶杯，我之所以记错了，是因为这杯茶不是我沏的，是内勤的小张他沏好了端过来的，我给他的时候是有水的。内勤小张？对。就是内勤的小张，你可以去问问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舍的眼神，只有你懂离愁有多深。又是一个血色的黄昏，任凭黄沙满天飞。再见了亲人，我踏上了征程，哪怕这是生死的离分。这些都是在小张的家里找到的，这还有半份没来得及销毁的电文。看来啊，这个小张就是动三三。这有个小红点，你来看看。这是一个小针孔。针孔？什么态度？你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吗？